the culture-wise. So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here. Yeah, great experience, cultural experience, and the scenery is really lovely as well. Thank you.
它这边的话刚刚那个地方叫做九宫马，九宫马头的话也是以前的一个唯一的军用，第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军用马头，就刚刚九宫它地方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军用，它这刚刚讲的，它有两个名字嘛，它这通常叫罗措斯，跟侍卫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以前的话它被改为侍卫处，侍卫的话它是一个精神调物，就像基地官士兵的士气，所以把它改为侍卫处。因为是我们金门的话，战地嘛，在战地的话以前以前你们知道军队是住哪里吗？ 国军啊，最早期撤来台湾的时候住哪里？知道吗？住营房啊，民房就是跟居民啊住在一起，最早期的，之后才去建敌舍，还有去碉堡，所以以前是这样子，还是住坑道，最早期国民军撤来撤过来的时候是跟居民住在一起的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坑道以前的作用。 它这坑道以前作用的话，就是在运输补给用，补给物资，因为战争的话物资非常重要，所以它就是小艇直接带物资直接进来，在里面作业比较安全。比如说你在沙滩上的话就很危险，沙滩上在抢滩呐，抢滩的话它是每个遮蔽的地方，它对岸的话看到你船只一进来，它就轰炸的特别厉害。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是非常危险的事。刚好我们地址是这花岗岩，它跟开挖是碰到，让小土跑进来，一个遮蔽的效果，一个遮蔽保护的作用。所以它的坑道主要是这样子。它这坑道的话，它24小时开挖的啦，轮班没停的，24小时开挖，开挖这个坑道的话， 伤亡蛮多的，危险性很高。他们看到炸药啊，炸这个炸药啊，它炸药炸主要是炸药炸，所以它的话有时候进去时候会爆炸，进去时候要去整理要去再去整修的时候，它突然间又会爆炸，所以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这国家公园的资料显有讲这形态双定字形。
就是管制区都不能够进去哈，这张就是当年蒋公来到福井国国营站跟各位国营合影的照片哈。待会我们再第一个窗户来看一下福井国国营墙哈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福井国国营墙的部分。这一带我有讲给你们听哈。好，那你们就师与岛狮子的师傅，我刚有讲哈，嘿，师与岛目前还有国军驻守，因此你们很清楚可以。 看好监视器，看到追剧，我后面就把它锁起来。对啊，因为曾经有一个小朋友把这一台电话给我拔下来，想要抱走，怎么样子？无奇不有，对，而且是很大。
没表情啊。 有需要表情这样吗？ Yeah.